来吧，三号楼，来三百五，三百五那边是刚刚那个点炮接到的，三号楼没几家刚刚点，三百五，三号楼没接了，哎，接了个，有啊，三号楼，三百五，我老婆还没来啊，哎，三号楼，你没病啊，来，那我们先修的，六辆车的，一薯条的，我操，来，哦，这黑的，来，黑的上面啊，你去小红汤敢冒开？看不到你小红汤敢冒，我给毛巾，你小心小心。你小红汤包敢冒翻，咱的玻璃宾馆，你为了当会假啊？来啦，好啦，挂起来，卖冒，把你阿冒阿冒啊，黑的好啦。来啊，姐，我跟你讲，挂车啦，下机油啊，该赶紧到挂车去啦。来，姐，你做这回了，毛巾。阿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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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莫撞破，来阿细，好不？来。好啊，你早就莫飞啊，对吧？来，我来讲上面只鸡薯条，这两七块跟那薯条一包八片，两包三啦，赶快一瓶五的，两瓶也听好，先给钱，两包，先给钱，两包了。两包，来鸡薯条，这上好是用煎的，两包。两包。好，两边只鸡薯条，我买两片两片，左边边。鸡薯条，后边看后边鸡薯条，做好起来，先给钱，两包，两包。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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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送你啊。两包。姐，你两边两块，你两边两块。来，这几杯，这几杯不要再弄，我弄出去。两百两，你今毛弄掉两百。哎，两百啊！两百个，我食鸡薯条哦，大哥，哎，真的很好吃哦，用煎的做，我食左边边咯。来两百，还有人要吃鸡薯条吗？鸡薯条两百块，两百拢有啊吗？有人要买一百只看卖无？一百。两百啊，好掏钱啊！一百，人要食看卖无？一百块，四十一百，左边边还要一百，两百。两个啊！一百个，我来，一百块一百。两个啊！一百个，我吃了无？一百。一百还有人要吃吗？一百，一百，一百。好，来，来，稍微炒点面。一百个面，还要给几两个？还要给几两个？来，谢谢啊！给你欧记也搞了。好啦，恁全部人计先卖点物件，我先拉一杯壮火票恁吃。现场全部啊，十二只，十二只嘛，不够快啊。哎呀，你别起来，等下我好时间。好啦，飞机上面啊，飞机我马上把你排二、四、六、八、十，十个人计好不？十个人计搞咩好不？来，台湾拜拜。来下包，时间未哦？来下包，时间未？来，我们就十个人计先给钱啊。十二个好不？一千五好了。来签啊！我来弄这种票，我是不能够挂的。我今天弄中了，不要签了。你要签我来啊，龙哥！中了，中了，中了！过来，过来，卡住！收钱，龙哥！过来，龙哥，卖收钱。八十个，来签。三二，一千个。三二，三二啊！来，好啊，你莫去摸怪，来去摸怪，我做一个个拉 OK 啊。三二啊！三二七，三二啊！最后两位，我七啊，十二啊，七二啊。七八，好，无啊，算啊，无啊 ，OK， 拢收了，七四今摆等我收了，全部看了，来，八我收收八，唔是四咯，八四算，是啊，全部来，今日全部你吃好，来，好，几千几千个，金龙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个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来，刚过台啊，车顶刚过台啊，我先搞一包全部，我正宗药膳排骨，你吃到了。我需要个两块台啊，赶紧包干了。我需要个两块台啊。我叫吴哥。来台啊。我先做个菜啊。来，好啊，无你个一条话了，好啦，再一个给我就好了。我不会那么黑了。好来，好来有搞。一包我。好，我吃了，好啦，来我吃，卖老。那你包迄个蒜须就可以啦。哎，哎，这个啊。我话你好，你下台啊，来一包西一头，你办到我，来搞了。包过来，一包要求好些，一包一千块哩，一千块。来签了。一千块哩。行，好来，别摸个。来，对，再金龙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十二个莫个，对啊，来你搞要一千个人过来，一包一百咯，要求我加高，酸菜包都包不了，一千高咯，来，来一包再阿边再莫，差几多，来你搞要一千个人过来，一包酸菜包都包不上，这种用我手来当吃啊，来高了，为啥物？他也干黑了，好，你继续摸标哦，继续摸标，好，不要搞，不要搞。好，来，来，我讲话，来，你包糖醋排骨一份，上一百，十三、四、十五、第八，一份对。糖醋排骨在哪里？第二啊，摸标。这包糖醋排骨啦，得用台湾的排骨，十三、四、十五，得那个排骨全部用我手里，让我加了。来，你看好了，你做我标了，该你加。你今日是卡小号，伊就到了就。来，就是卡小号，就是装备卡小号，记得十多桌。上手是吧？
好，谢谢大家。今天我搞到这拄好啊，今天你只要给一千块，我人会注意点。来，给这样子也够刷吧。几千块无咩？几千块够送你，我退去。来，这里的物件可不？一包毛应该四百几块，加两，加两结束啊。一千块了。哎，钱拢收了，收了啊。一千块了。来，加加了。我来讲啊，你要点啥？恁一人紧点点。霸王蟹有人要吃？霸王蟹剩一个人可以当买尔。收个，可以啊，不要骂，加了，拢也可以过，一千块。报这边，我恁做迷彩啊，一千块了，一天解决，一天解决了啊。来给钱。三点到店开始啊，几啊来往来往啊。来，两包双位了啊，全部全部上货。来，加了。来等钱。来，遐过。来，我来讲啊，过来我画一寡基本款的物件，你要点啥物菜嘛？我点我来画。今天我来讲一个款式，今天蒜泥无够，今天鸡也无够。哇，你白话吃足济来哦，来。你若虾也买无到，蒜泥买无到，后日把我煲恁啊，我会送较济来。来，我来。来第四个，第四个，四个。来，来多少这个？来，来，不能。来，几钱？几钱？来，几钱？几钱？来，你讲要吃那个捷孔贝啊，是要吃什么？要吃？来，七千多现金。来，你用多少块七千多现金？我定捷孔，弄捷孔七千多现金。来 ，OK 好。好啦。可以。好，我定弄半嘞，半嘞，多少？一两万。我包了，你两万了，我来了。好，退钱，等下咪退钱啊。好，来，再我再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来，这两件菜也是假的，来你去分，你去分了啊。这件菜也是假的，我平平，简单处理了啊。尽管你有沙坑会当排假，你排排了啊。三个菜拢排假，其次的菜也未记着。我来切啊，来，快点切过来。这菜也留着，你话自由来切好啊。全部会切，全部排排好，你全部听我讲。我看有啥物重点无解我啊？你阿多根本就是杀了了啊！料会可以，我先解表的。你只要吃料的鱼啊，哎呦，我来话，你可别点什么菜，我做一个啦。啊，靠腰啊！啊，你别做啦，手工卷起来啦！啊，我手工够，我袂记你袂。水饺有啦，水饺嘛来啦。手工卷，来大哥拍摄我过去，伊不爱做用，拍摄啊，不好意思。来，叫来手工卷了哇！哦，唔好甲弄掉啊，而且是大你细鱼要小心哦。来。来，你刘邦话，你把遐物件拢抄过来好不好？你卖用啊，你把这物件拢无过来好不好？其他刷过来，遐给你弄过来，人家去啊。来，全部听我讲话，一边三个人过尔，拢无啊。正房西秋江安平下港，当下收一块含酒真了，拢卖吃。迄条竿仔下珠珠甲留落，拗落若无全部乱，这拢虾啊，直接给咱退钱。正面毛这青瓜含酒水都一瓶三个了，五百四百六，没整个钱哦，三百了。一瓶三个了，三百了，三百块去。三百块，一瓶三个了，姐你个收一个，姐你个收一个，三百了。三百去嘞哦，三百哦。你来收，客气啊，客气啊，客气啊，拍火啊，秋干的芒西黑果，秋干的芒西黑果，来三百去，攞下去吧。哎，三百。这一盘三百，这盘够你啊，三百，攞下来。三百。几多人？四个啊，四个啦，你过来，正忙些手工的啊，来，来，这我甲你过一个，过一个，过一个，包过，你先，你等下，几多？三百，过走。哎，三百啊！来，别走。你一箱来过路，来，别让我需要你。三百够咩啊？我这两个真无啊。三百啊！你可别叫我借钱，我借钱。哦，我等下靠手机四百借。好啦，全部出来。你可以上边啊嘛，无啦，系咩好多？你莫钱啊，臭车啦。好啦，你要上边啊嘛？对，你将电话过去，你可以上边啊嘛，过来，你咪在耍。上边啊，你通无过来，你就好做。好啦，今麦我要喝啊是榜西秋江的鹅贡，秋江的鹅贡哦。要食同款，免一千，免八百，一瓶五个咧。找来一瓶两个咧啦。请我找钱，请我找钱，请我找钱，请我找钱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来，先我找钱，先我找钱。啊，你今天弄完再给你寄啊。好啦，听我讲话，一个找好吧。我今麦是你画房西秋江的鹅贡啊，爱食卖五百四百，一瓶两个了，两百了。两百，鹅贡一包送你两百了。蛋仔，有人要食鹅贡的无？两百啊。鹅贡有人要食无？鹅贡。迄无同款嘞，迄个迄大条的，迄只。来两百，有人要无？两百块房西秋江鹅贡两百。交钱，
两百块买来无？来两百。我来讲啊，这真正你了买啦，这真正手工啊，这一年间卖过年只单了啦。两百块买来无？两百块买起来无？两百。过来过来几分啦？多少？交我了啊，多买两分。买两块。有啊。好。无啊嘞。交拢存百块个啊。啊，交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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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多少对不？两百对不？哎，最后搁一个两百无啊，真正。最后一个真的没有了，剩下百块。好。搁一个两百块，搁留下两百块好不？两百。最后一个两百块，我爱困球，我爱拜了，谢谢。大哥来啊！来啊！来啊！这网线手卡，迄个百块啊，做一卡来啦，好不？全部一平五个，解好啊？哦。拢无啊，一平五个尔。一百好啦，你听清楚，一百五收啦。对啊。一平五个，你搞收钱啊？搞收钱啊？无啊，一百。对啊。这些会上来。我你有人要吃那个一口乌鱼子无啦？面包蟹可以给我买啊，面包蟹啦。没有袋子吗？没有。保利龙啊！保利龙在，我出面包蟹。你搞那个啥？那个什么？那个保利龙，我有啥没有在我？你搞人要吃生食鸡干贝？我来讲，这只比龙还好吃。这只叫面包蟹，人讲蟹膏之王了，这只我卖几啊分，也卖要几万的哦。你今日要吃这只，一只千五，两只三千，免三千，两个人家拢无啊，一千五。来一千哦，千哦。蟹膏之王上面就有一千块。